请教。对唔少人嚟讲，好似遥不可及，但其实我哋都系人海里面嘅一份子。每日同你擦身而过，走到社区唔同嘅角落，追寻我哋嘅梦想，实践我哋嘅初心。无论阴晴，无惧风雨，为大家，为香港呢个家，默默咁守护住呢道防线。送俾大家呢首惩教处首度登场嘅部门歌《最后防线》。晴朗如阴天，分分秒在默默守护。教化管教关心路远，处变不惊，只因锻炼磨练心智方向，随步人牵。虽然这首歌并没有大歌声站台，但整首歌由作曲、填词到演唱都是惩教处同事一手包办，所以这首歌蕴含着惩教人员最大的诚意和一颗最热血的心。在部门踏入100周年的时刻，我们送这首歌给大家，是要感谢过去一代又一代惩教人员努力打拼，默默地守护着香港这个家，同时感谢社会大众多年来的支持，同我们风雨同路，共建安稳社群。齐守这线，无悔的坚持，共建安稳信念，护守望，融合我至诚，创出各样梦想。人海中总需有你共行，缔造希望改变，承担使命，持守这线。人海总需有你共行，缔造希望改变，承担使命，持守这线。持守这线。
手。